坚持到底，就做到动作不要放掉。我是听教练的指示，我相信我的教练团队会带我赢。去年高一的时候，我第三名就没有拿到冠军，但是这次我赢回来了。明年高三嘛，我想要三连霸，因为这是我二连霸。就目标就是希望五月底的比赛降体重顺利一点。他们很积极的在带我去看医生啊，就是很像我的父母这样，就是有帮助我，就是度过这个挫折的地方。就是谢谢老师，然后也谢谢家人，各方面都训练一点，然后再对摔这样。练很多，然后很辛苦，但拿到金牌很开心，就觉得起伏蛮大的。就前面本来很失望，要输了，后面反败为胜，就觉得有做到自己达成自己想要的愿望。全程都很紧张，但不能因为对手强就中途放弃，也不能因为输分就放弃去追分，要拼到最后一秒。我希望明年全中运我可以继续拿冠军。